外房商萬科承認，新冠肺炎疫情令到二三月份的銷售減少大約510億人民幣，疫情過後會盡快追翻，相信全年的銷售下跌機會就不大，但係都決定係將派息比率由35%下降去到31%。人算不如天算，天算呢比不过病毒，所以这时候打乱所有的次序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为我们增加一点现金的储备，来保证应对我们的可能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可能的困难。其实万科在中国上市公司里面，我们的分红比率是相对稳定的。